地啊。Yeah. 亲吻其,其实是表达亲昵的意思呢。我有个三年邻居的美艳小妹，每晚她都会偷偷潜入我的卧室，美名其曰是为了帮我盖被子，怕我着凉。但每次早上我醒来都能在床上看见她。直到某一天，她竟然提出亲亲的要求。我自幼父母双亡，十分缺乏社交常识，平时雪姨对自己这么好，怎么会说谎呢？于是我亲了上去。自此过后，我发现不止雪姨身边的女子竟然都想找自己表达亲昵，病娇症的姨，羞耻病的同学，依赖症的小姐姐，就没一个是正常的。此时我正在火锅店兼职，面临了一个很奇怪的女客户，她竟然喊我跟她一起用餐。我来店里兼职已经。 已经快两个月了，还真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没等我回答，女人在手包里取出一叠现金放在桌上，看着那一沓的现金，我感觉这奇怪的要求也没有多奇怪。女人双手撑着下巴，努了努嘴，示意我在对面坐下。我叫林婉一，小哥呢？我姓安，安全的安，单名一个是飞的飞，安飞。嗯，不错的名字。林婉一默念了两遍，面露微笑，掏出车钥匙放在桌上，往前一推。我还想喝点啤酒，如果你可以代驾的话，我其实放心。 钱不是问题，林婉一又在包里摸出一叠钱。主要是我不喜欢陌生人开我的车子。我其实想说的是，我才刚拿了驾照，但是这下倒是不好拒绝了。菜品和酒水很快上齐，林婉一没有动筷，他只喝了几口啤酒，一直在和我聊天。忽然一滴冷汗划过额头，林婉一面色一沉，伸手捂住了胸口。嗯，这个小料有点太油腻了，帮我去配一点麻酱的吧，麻烦了、啊。 小料在包厢外不远处，稍微花了点时间，便配好了一份精致的麻将小料。我正要离开，竟有人几乎身贴身地站在我身后，我下意识躲开，手中的碟子失去平衡，里面的小料全洒在了自己身上。哎呀，抱歉抱歉，我没注意到你转身。林婉一捂着嘴唇，脸颊上布满红晕，真对不起我。 没关系，人没事就好，只能麻烦您自己搭配小料了。我得去换件衣服。我并没有怪罪林婉一的意思，像这样的意外在火锅店不算罕见。到了更衣室后，我正准备开始换衣的时候，门口突然响起把手转动的咔咔声。等一下，里面有人！我连忙喊道。房门已经被无情打开。哎，林婉一小姐，不好好吃饭来更衣室干嘛？林婉一立刻捂住脸颊，眼睛却透过指缝瞪得大大的。哎，这里是是更衣室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好像走错了呀。 我无语的指着门口，赶紧的，别忘了把门带上。咔嚓，门是关了，但人还在里面。好家伙，果然喝醉酒的人脑子都瓦特了吗？哦、啊、哦，看入迷走神了、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喝高了，所以。此时的林婉一呼吸急促，满脸通红，说话也是语无伦次，一看就是酒劲上来了。算了，看一眼也不会少块肉。我迅速穿上衣服，拉着林婉一出了更衣室。刚打开包厢的门，林婉一的身子开始摇摇晃晃，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结账。 我要回家。我搀扶着林婉一出门，按了下车钥匙，停在门口的一辆双座超跑滴滴响了两声，果然是一个富婆。感慨这些干啥？忙完了赶紧下班吧。把包包装进前盖后，便俯身给坐在副驾驶的林婉一系安全带。刚要扣上扣子时，林婉一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一把抓住我的衣领：“安飞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” 啥？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林婉一迅速伸手环住我的腰，猝不及防之下，我直接坐到林婉一的怀里。一时间四目相对，林婉一的脸蛋依旧很红，之前的醉态却早已消失的一干二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近在咫尺的是一张极美的脸，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下，我可以清晰的闻到对方身上好闻的香味。从那次在路口等红灯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。你的背影，你的笑容，你的声音，你的一切的一切，就像刻在我的脑海里，每一处我都喜欢的不得了。 每天下班我都会绕路，特意经过这里停车驻足，只为看你一眼。我知道这很微不足道，但每当多看你一眼，我对你的喜欢就会多加深一分。我再一次懵了，不仅是表白，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暗恋。我内心闪过一丝短暂的喜悦，毕竟是被一位如此漂亮的女人暗恋，变相的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。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如此白富美，可能在认识自己之前产生如此热烈的感情吗？林婉一的嘴唇慢慢靠近我，眼眸微合，轻声低语：“做我的小男人吧。” 我养你一辈子哦！我莫名的感受到一股屈辱，开什么玩笑，小男人，阿姨，我其实还想再努力几年。我伸手飞快的挡住嘴唇，挣扎着起身，这是您的钱，代价什么的，烦请您另请高明，告辞。推开林婉一，我逃也般的跑开了。林婉一没有追出来，轻轻抚摸着方才亲到手背的嘴唇，望着我远去的方向，眼神迷离。阿姨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呢，不过我喜欢小坏。 <但>一路回到家门口，林婉一的车并没有追上来，我才松了口气。我小心翼翼的拧开门锁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。现在已经十一点多，住在对门的雪姨应该已经睡下了。刚开门不到十秒钟，隔壁的房门也跟着打开了。小飞下班啦！雪姨穿着蓝色的冰丝连衣睡裙，踏出半截雪白的大腿，探出半边身子。她的脸上带着些许困意，却浑身散发高贵典雅的成熟韵味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雪姨还没睡，我下意识说了句废话，倒是没有失态。无聊看了会儿电视，雪姨慵懒的打了个哈欠，然后伸手招呼着：“肚子饿吗？” 姨给你留了一些吃的哦，不饿，我摇了摇头。雪姨，您快去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你小子每天都这么晚下班，姨，算了，早点休息也好，爷爷有些乏了。雪姨欲言又止，但也知道我忙了一天，没有强求什么。您都这样说了，我要是再不饿，可就有点不礼貌了。我笑道，其实还是有点饿的。雪姨做了什么好吃的？雪姨立刻露出笑脸，亲切地拉住我的手，当然都是你爱吃的喽。 雪姨已经和我做了三年的邻居，经常分享一些美食给我。看着我大口吃着她准备的饭菜，雪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眼睛都弯成了月牙。哎呀，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雪姨的手艺一如既往的好，要是我吸溜吸溜，我的厨艺也这么厉害，大学也不用读了，开一家馆子就能赚大钱。就会哄姨，哪有那么好吃？雪姨站到我身后，帮我捏肩。忽然一抹红晕爬上雪姨的脸颊。小飞啊，其实我们之间就像家人一样呢。 是啊，我点了点头。您最近好像很喜欢念叨这个。最近一周，雪姨和我的相处变得越来越亲密，越来越没有边界感了，揉腿捏肩都是常态了。雪姨脱下围裙，坐到我身边，轻轻揽着我的肩膀。其实家人之间的相处呢，应该是比较亲密的，适当的进行一些亲密的行为，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家庭关系。我扒了口饭，不需要改善什么的吧？也没有吵架之类的。雪姨有些不敢看我，暗示道：“还可以更好吗？就像普通家庭那样亲密一些，很幸福啊。” 普通家庭，我重复着这几个字，比如说，比如说拥抱啦，亲亲啊什么的。嗯，我扭头看向雪姨，拥抱倒是还好，但亲亲应该是只有情侣之间才可以做吧？家人之间也可以的，在家庭关系里，这都是很普通的行为。 雪姨害臊的，凉拖内的玉指扣成一排，脸蛋也红得像能滴出血来。我回忆，在电视上其实也看过一些这样的桥段画面，家里的大人会亲吻孩子的额头和脸蛋。雪姨应该说的是这个。这么一想，亲亲好像确实没什么。我点了点头，那我们也做吧，普通点挺好的。是呢是呢，是呢 <laughs> 雪姨想怎么做，就很简单的。 你先吃饭吧。收拾好碗筷后，雪姨拉着我坐到客厅的沙发上，然后拿出遥控器按了几下，客厅的灯光逐渐暗淡下来，慢慢从明亮变成暧昧，室温也升高了几度。雪姨的手心已经渗出一层细汗，心跳扑通扑通的如打鼓一般。最近几天她的状态其实很差，总是心神不宁，也去医院看过了，可是什么都没检查出来。后来她发现，只有在和我单独相处时，那种糟糕难受的感觉才得以好转。雪姨一度怀疑自己是得了相思病，她承认她对我是有一些好感的，但是绝对没有到需要抱抱亲亲才能正常生活的地步。可是如果放任病情不管，那…… 这种难受的感觉已经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，不得不处理。只是亲亲嘴角的话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我被雪姨灼热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。雪姨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位高不可攀的长辈，不能否认的是，她也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成熟女子。雪姨轻轻揽过我的脖子，靠上我的脖梗，内心满是羞涩。小飞真是个小坏蛋，还要你主动吗？ 我突然想起今晚遇到的那个想要包养自己的富婆，她和雪姨的眼睛不同，却有着同样炽热的目光。雪姨，嗯，亲吻如蜻蜓点水般一触即分，霎时一种令人欲罢不能的舒适感由传递到大脑，雪姨差点惊叫出声。雪姨感觉怎么样？很爽。 啊，姨的意思是很清爽。那我先回去休息了，雪姨晚安。我的脸很红，心跳极快，再不跑就要在雪姨面前出丑了。雪姨对自己那么好，像家人一样等自己下班回家做好饭菜，自己却起了可耻又肮脏的反应，这是对雪姨的亵渎。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胡思乱想，良久才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我抓紧时间起床洗漱，我要赶在九点前去店里签到。这牛马日子是真难熬，还不如先让富婆包养两年算了。我走了大半路程，我感觉似乎有人在跟踪自己。马路对面一直有个戴墨镜的女人，九成是昨晚那位想要包养自己的阿姨。我是想。 想跑掉的，但除了火锅店，我哪也去不了。果然，到店后不到两分钟，墨镜女推门而入，小店里就剩下我闲着，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服务。要吃点什么？墨镜女脱下墨镜，白嫩的小手颤抖了下，声若闻呐、啊：“嗯。” 可以陪我？我这才注意到眼前的女人衣着华贵，分明是一位坠入凡尘的小公主，根本不是昨天那位富婆阿姨。抱歉，我还要给其他客人点单，我立马拒绝。同一个招式不可能击败我两次。女子似乎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，没有太失落。待我走后，她便拿出手机，两指速点，给一个账号发了一个定位和一长串信息。大概七八分钟，一位西装革履的女子风风火火的跑了进来。呼呼，谁？谁是安妃？女子喘着粗气。要是对美女有一定免疫力的我，都不由得看傻眼了。我就是，请问？先别请问了，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姓李。 你去陪一下四号包厢的客人，记住，务必要陪好对方。瑞面对老板的威严以及奖金诱惑，我不得不沉沦在老板的淫威之下。你来了，墨镜女低着头，悄悄打量着我，我有点尴尬，一时竟不知道怎么接话。我叫林小小，打扰了你的上班时间，挺麻烦了。 这倒没有，陪你吃饭就是我现在的工作，有薪水拿的。没想到这个女孩出乎意料的好说话，也有礼貌，很有大家闺秀的感觉。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息，两人就这么坐在包厢里，一个看着天花板，一个盯着地板，等待桌上的菜慢慢上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人都吃了不少饭菜，我还算正常，林小小的脸色却越来越差。那个，不坐下了，某种决定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请拿一些餐巾纸过来，谢谢。 支开了我，林小小立刻起身坐到我的座位上，死死地盯着我用过的碗筷。林小小暗暗吞了口口水，通红的脸颊上还带着一丝病态的柔弱。要做吗？不做的话，自己可能要一直难受下去了。可做的话，也太那个了。似乎是被眼前的物品勾起了内心深处的某种欲望，林小小的痛苦更深了几分。林小小小,小手一抓，拿起筷子放进嘴里，脸上的痛苦如潮水般退去。啊，oh, 我的天，真的太有效了！ 早就应该这样做了。门开了，林小小绝望的望向门口的位置。林小姐，您这是我对林小小的印象还蛮不错的，有点像雪姨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试着交个朋友。然而，当我推开包厢的门，我看到了震碎三观的一幕。林小小居然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含着自己使用过的筷子。彼此不过认识几十分钟，说是陌生人也不为过。间接接吻这种亲密的举动，要有足够亲密的关系才可以做的吧？我设想了一下，如果换成自己和雪姨，不管是谁含谁的筷子，都不会感到恶寒，相反还有点愉悦。林小小面色淡定地吐出筷子，夹了一片小白菜放入口中，嗯。 这个菜我那边够不到，这筷子哦，oh, 你的筷子。啊。林小小不着痕迹的抚了抚额头，偷偷擦拭着额头的汗水，不小心碰掉了，对不起了，麻烦再去拿一副吧、啊。这样啊，没事没事，我马上去拿。我放下纸巾，松了口气，迅速退出房间。然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当我刚离开包厢，林小小飞快的跑回自己的座位，然后把自己的筷子往地上一丢。做完这一切，林小小满面通红的垂下了头。我我都干了什么？居然那可是别人用过的筷子，啊，干脆。 干脆直接溜掉算了。 等我折返回来的时候，只看到桌上放着的一打百元大钞。今天除了这个变态事以外，就都是好事情了。老板不仅给了奖金，还让我提前下班。走在下班的路上，我忍不住哼歌。开门进入玄关，一阵悦耳的歌声从卧室的方向传来，肯定是雪姨在卧室里。只有她有自己家的备用钥匙。给雪姨一个惊喜，我脱下鞋子，赤着脚慢慢摸向卧室。雪姨应该是来帮我收拾卧室的吧？卧室的门虚掩着，刚好可以通过细缝看到床上的位置。看来雪姨喜欢躺我床上休息刷视频。嗯，所以说被子上的香味不只是洗衣液的味道，还混合了雪姨的体香，怪不得那么好闻。想到自己从没 这么早下班过，可能会吓到雪姨。我便退出了屋子，然后故意把开锁的声音搞得很大声。小飞，你回来啦，今天下班好早。哦。雪姨俏丽的站在门口，发丝有些凌乱。嗯，兼职明天结束，今天提前下班了。说着，我在包里取出一个信封，递给雪姨。对了，还赚了一笔奖金，姨帮你存起来。雪姨接过信封，看也没看就收入包中，然后拉着我坐到客厅的沙发里。难得下班这么早呢，想吃点什么，或者出去吃。雪姨再上一天班就彻底放假了，到时候我们再吃大餐，披萨怎么样？ 雪姨穿上鞋子，做事出门。行，姨的妹妹今天上午来这儿，送了不少稀罕的零食哦，姨去拿给你尝尝。不一会儿，雪姨抱着一个巨大的零食包裹来了，这是外国的零食大礼包，都没吃过呢。我接过一包黄色包装的物品，剥开一只丢入口中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气味迅速弥漫整个口腔，很臭，很冲，像是……好吃吗？雪姨的眼神中满是期待，我想把它直接嚼碎咽了，但是根本咬不下去，好像是榴莲糖。 小飞不喜欢吃榴莲吗？我实在是忍不了这股子怪味，张开嘴巴纠结着是不是吐掉。一旁的雪姨突然向前探身，小口微张，一下子把糖果裹进了自己嘴里。我困惑地望着雪姨，正等待她的解释，突然她一下子把我扑倒在地，正准备那个小玉说这个糖可贵了，吐掉就浪费了。雪姨的表情如常，洁白的脸颊上却透着一点粉红。那、嗯、谢谢雪姨，我确实不太习惯这个味道，有点像像放了几天的食物垃圾。 雪姨笑着对我哈了一口气，对对对，有点冲，有点臭。我捏住了鼻子，毕竟榴莲糖只有榴莲的气味，没有榴莲的口味和口感，或许会喜欢上真的榴莲也说不定。我摆了摆手，别，榴莲太贵了，一小块就要三十几块钱。别跟姨这么客气啊，你现在就是姨的，将来姨还要你养老呢。 雪姨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宠溺道：“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悄悄往边上挪了下位置，跟雪姨拉开些距离。我发现自己对雪姨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了，这样下去绝对不行，再怎么亲密也不可能让雪姨给自己解决那种事吧。”第二天上班，我的待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只上了两小时的班，刚到中午，店长便乐呵呵地告诉我可以结工资走人了。我知道店长八成是误会了自己和老板的关系，才如此讨好自己。时间一晃而过，钟表停留在四点一刻，雪姨准时下班，踩着高跟鞋哒,哒哒哒地抵达我家门口。我先一步打开了门，啊。 小飞今天也这么早下班呀？本来姨想过来收拾下房间呢。雪姨拉住我的手，言笑晏晏。姨中午可什么都没吃呢，这次肯定要好好宰你一顿。我其实也没吃。我笑着接过雪姨的包包，挂在一旁的架子上。那直接换衣服出发。对了，定好位置了吗？我苦笑着摆了摆手。雪姨，必胜客不用定位置，那的人不多。五分钟后，雪姨身穿白色长袖衬衫搭配黑色抽褶包臀短裙。小飞，你这身衣服好看吗？ 雪姨右手叉腰，得意的原地转了一圈。这套衣服并不暴露，散发着成熟高雅的韵味。但是如此成熟性感的丝袜长靴，我也是第一件。是雪姨人美，这套衣服勉强能衬托雪姨的魅力，还算不错。不过想到那些食客们都能看到雪姨的美，我就有些不爽。<laughs> 雪姨笑得花枝乱颤，忍不住把我抱进怀里。<laughs> 我们家小飞嘴就是甜，以后呀，不知道拐走多少女子的芳心呢。窝在雪姨怀里，我心里的不爽更强了。雪姨，我又不想出去吃了，怎么啦？身体不舒服？ 雪姨立刻推开我，上下打量，没有，只是不想出去吃了。看到披萨店的差评，打退堂鼓了。没事，一旦你去高级一点的餐厅，就是不想出去吃，还是在家里吃吧。我低头盯着地缝，果决地说。雪姨察觉出了些许不一样的色彩，一抹红晕悄悄爬上脸颊，喜道：“那姨听你的。”雪姨想吃什么披萨？我叫外卖。雪姨的心情很愉悦，甩下拖鞋后往沙发上一躺，我要一只榴莲披萨，其他的你点就好。 雪姨躺在二型沙发窄长的部分，黑丝小脚放在我的身旁，时不时动一下，让人无法忽视她的存在。过了会，手机响了，我以为是外卖，拿起一看，竟然是店长打来的。飞哥忙着呢。电话那头传来店长谄媚的声线。店长有事找我。我直奔主题道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店里来了一位客人，按节假日算您四倍薪资。略加思索，我还是回绝了店长，不是钱的事，我今天有安排了。抱歉，呐，店长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小飞有急事。雪姨慵懒地翻了个身，我忙把视线抛向别处。没，店长叫我回去加班，我推掉了。嗯。 这可不像小飞的性格哦，因为答应了雪姨嘛。而且不说了，我先点餐。雪姨别过脸颊，不停的切换电视频道，掩饰内心的欣喜。至于店里的那位客人，很可能是前天那位富婆阿姨，怕是一个不小心就被那女人缠上。那种有钱强势的女人是最麻烦的，万一沾上了，以后自己的生活就别想好了。火锅店的包厢里，林婉一坐在椅子上，香汗淋漓，身子止不住的颤抖，一副急性病发作的样子。他不是很缺钱吗？ 林婉一抓着电话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：“你是怎么跟他说的？我按照您的意思，给他开了四倍薪酬的加班费，可他还是拒绝了。四倍薪酬是多少？四百块钱。”林婉一再也忍不住，大声斥责：“四百块打发叫花子呢？又不是你花钱，你跟我省什么省？我又不是你们老板。”林婉一手里的智能机滑落，啪的一声摔破了一角，她的脑袋突然开始迷糊，视线也开始失真。我林婉一居然因为不能强迫安菲，活活急死了。 和雪一样，林婉一也得了不得不接触我的怪病。不过她得的不是相思病，而是偏执病。一阵天旋地转过后，林婉一彻底失去了意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林婉一悠悠转醒，这是哪里？我这是死了吗？ 林婉一愕然地发现自己的手指不能动弹，甚至连自己的眼睛都不能动，只能移动视野。这种自己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太绝望可怕了。林婉一暗暗发誓，如果自己侥幸治好，绝对要把安飞那小子绑到自己身边，天天逼迫他做他不喜欢的事，让自己永不发病。突然，一丝光亮出现在林婉一眼前，可以看到弄出这道缝的是一把美工刀。眼前的细缝越拉越大，紧接着耀眼的白光照亮了林婉一所处的环境。我也没记得有买过什么。等等，这里有个纸条，星星慢慢说，转发视频的奖品，我竟然中奖了！我激动地拆开包装，这是台人体工学椅，腰靠。 支撑和坐垫的正面部分印了一个等身一比一的巨大的二次元美少，嗯，应该说二次元美熟女。小飞喜欢二次元漫画。<laughs> 我看到雪姨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这个其实是抽奖抽到的，还带按摩功能，我哪舍得买这东西？姨不会多想的啊，可试试按摩功能吧，有问题及时反应，不然人家可能不给售后了。 雪姨给了我一个我懂你的俏皮表情，我知道解释也没用，默默把椅子推到书桌前，往上一坐，呵，舒服啊，这玩意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它比我所接触过的所有皮质物品都要细腻，就像摸着女子的手臂一样，是种很奇妙的体验。这就是有钱人的享受吗？太顶级了吧！林婉一则完全傻眼了，自己竟然变成了一把带按摩功能的人体工学椅上的二次元纸片人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以及最重要的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林婉一的脸颊发热，她觉得自己的脸一定很红。老实说，他是真的打算包养我的，那天的表白也不是空穴来风。直到刚才，她还以为是内心太过渴望强迫我，无法。 成功才把自己急坏的，现在看来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，急坏脑子已经够离谱了，但急成了椅子，这像话吗？还有那个女人，安飞叫她雪姨，怎么感觉那么眼熟呢？这个椅子好啊，还有加热模式，那到了冬天开这个模式还挺舒服的吗？林婉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，闻着我身上好闻的体味，林婉一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。嗯，这椅子好像有点不对劲啊！我看着椅子上的美少女形象，不知道是不是眼花了，椅子上的二次元少女好像露出了害羞的表情。怎么样呀？功能没问题吧？ 雪姨靠着门框，饶有兴致的打量着这把二次元按摩椅，蛮不错的，尤其是按摩功能，堪称一绝。雪姨要不要试试？很解乏的。是吗？那姨也来试试。刚才我享受的表情，雪姨都看在眼里，所以他对这把按摩椅的效果有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预期。可是实际体验下来，觉得很是一般。座椅虽然柔软，但是并不贴身，加热功能就更差了，一点都不均匀。小飞在过去吃了太多的苦，这样普通的按摩椅，他竟然会流露出那样的幸福享受的表情。 雪姨想到此时，眼角都红了。雪姨，您喜欢的话就送您了。我平时上课不累，用不到。我惊了，我知道按摩椅的效果很赞，能把雪姨赞哭是我没想到的。一听这话，本来眼角噙着的泪刷刷的流下，雪姨连忙扭过头擦拭。就会说好话哄我，姨才不要。林婉依的经历堪称奇妙，她羞愧的想死。林婉依越想越急躁，羞愤之下，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昏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火锅店这边，林婉依的本体正趴在餐桌上，正悠悠醒来。林婉依拿上手包离开包厢，对着另一个服务生招了招手，过来。 叫什么？不是，我说话你们听不到吗？在店里转了一圈后，林婉一颓然的走出店面，坐在街边的长椅上，陷入了沉思。他已经可以确定，现在所有人都看不到自己，包括影子、声音都无法感知。古怪的强迫病早就超出了他的认知。先是变成按摩椅，又成了透明人，鬼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震碎世界观的事。突然，林婉一的四肢无力，一下子瘫坐在长椅上，令人熟悉的天旋地转开始。不是吧？又要回去变成按摩椅了？ 正如林婉一所料，他再次变成了按摩椅。通过卧室的门可以看到客厅，我和雪姨正在看电视吃披萨。可恶，自己的身体还在马路边坐着，这臭小子只顾着陪他的姨吃披萨，亏我还想包养你来着。不幸中的万幸是。 其他人无法看到自己。我大口咬着披萨，对着旁边的雪姨聊起今后的计划。雪姨，您觉得如果在夜市摆摊卖什么能赚得多些？雪姨很想说别打工了，姨资助你念大学，可话到嘴边化为了一声叹气。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和独立性，三年来他出的资助不知道被我拒绝了多少次。雪姨沉默了许久，才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 姨没逛过夜市，不知道卖什么好。看到雪姨一副失落的样子，我误以为雪姨在遗憾。不嫌累的话，雪姨可以跟我一起去摆摊试试。好啊！雪姨眼前一亮，又露出了笑脸。那等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去做生意。吃完饭，雪姨收拾好餐桌便离开。我回房坐到按摩椅上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觉得按摩椅似乎轻,轻轻震动了一下。怪事！这次我没开启按摩功能，打开了桌上那台二手笔记本电脑，开始研究在夜市上弄点什么小生意。身下的按摩椅心情复杂。这臭小子！ 该不会是漫画里那种先天内魔圣体吧？ 林婉一心里清楚，自己也算是所谓的眼高于顶的女人，母胎单身三十二年，什么男人都看不上，一度有自己一个人过的想法，直到遇到这个十九岁的男人，只看了一眼就喜欢的不得了。我一连看了好几个小时，才伸伸懒腰离开按摩椅，躺到床上休息。林婉一这才发现我写了很多策划，真是乖孩子啊！大学期间就这么努力，以后肯定是顾家有责任心的好男人。大学期间就开始工作，纯纯有担当。扫了一眼详细内容，林婉依却皱起秀眉，像都不怎么赚钱了，看来得抓空给他点建议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听见远处有哗哗的水声，林婉依立刻打起。 精神死死锁定卫生间的门。二十分钟后，我推门而出，围着浴巾，腹部是刚毅的田字腹肌。林婉一瞪的眼睛都直了，偷看不存在的。现在，林婉一的身体里只有一颗充满艺术的心，一双写满了欣赏的眼睛。我缓缓走向椅子，林婉一的心脏忽然慢了一拍，然后开始狂跳，仿佛随时跳出胸腔。洗完澡还要用按摩椅吗？林婉一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，完全变成了痴女，满脑子的最大功率来不及想了。我已经走到椅子的跟前，又来了。 大的要来了！我一个远程投掷，精准覆盖在按摩椅的椅背上。更巧合的是，浴巾垂下一角，恰好把二次元美少女的眼睛挡住了。可恶！林婉一俏丽的脸蛋涨得通红，好好的福利就这样在自己的眼前溜走。浴巾遮在林婉一的脸上，有洗衣液的味道，更有我的气息。她居然生不出一丝讨厌，怕不是她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啊！林婉一突然想，如果我真的包养了她，即使她知道我变成过按摩椅又如何？只要我拿下她，让她疯狂的爱上我，即使后来被她嘲笑，也只是一时。 到那时，我恐怕连孩子都有了，笑不笑的，都是夫妻间的悄悄话了。逐渐，他忍不住开始幻想拿下我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突然，林婉一身体一僵，几处关节突然动了动，隐约有活动的迹象。怎么回事？我好像可以动了。 林婉一试着动了动手指，不仅手指动了，手臂都跟着抬起了一大截。重夺肢体控制权的感觉有多好，只有真正被捆绑、被限制的人才知道。林婉一站起身，活动下身体，完全可以前后左右无死角移动。身体依旧是二次元的，没有任何厚度，整体就像一张站立起来的纸。他走到门口，房门轻轻一拧就开了，比预想的要容易很多呀。出来的一刹那，林婉一的身体迅速变得透明，接着腾空而起，以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出我家所在的小区。他只觉得眼前一花，视角便回到了本体身上。林婉一坐在长椅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，陷入沉思，强迫。 多病还会来吗？假若自己再次被惩罚，会变成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自己还能逃掉吗？翌日清晨，我起床洗漱，只感觉浑身说不出的舒服，有使不完的力量，是昨天那个按摩椅的奇特作用。回到房间，我立即给按摩椅通电，一切妥帖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坐了上去。才刚坐上，我就皱起了眉头，这感觉似乎不太对啊！强化了我的身体，然后失去了灵魂，变成了普通按摩椅。房间里安静了片刻后，响起我爽朗的笑声。怎么可能？哈哈！我推开房门，看到楼道不远处一个戴着墨镜的小姑娘正弯腰系着鞋带。林小小，我记得她，因为她自己可是多赚了。 将近两万块呢。嗯，你是安飞，好巧呀。林小小吃力的站起身，不料腿蹲麻了，径直向后倒去。小心！我一个箭步上前，稳稳的拉着了他。林小小的胸脯上下起伏，小声诺诺道：“谢，谢谢你帮我大忙啊。嗯，没事，那再见。说完，我直接走开了。林小小伸着手，呆愣在原地，找不到任何可以挽留我的借口。想到自己的羞耻病，一旦并发，那骨子难受的劲儿，他的灵魂都在颤抖。林小小带着胆子喊：“安飞先生，请，请等一下。” 刚才你救了我，我想请客，请你吃饭表达一下感谢。救你，我哭笑不得，这算什么救？我那只是扶了你一把，哪有就那么夸张？林小小也不解释，电梯门一开，她立刻钻了进去。安飞先生，你以后都不去火锅店上班了吗？嗯，不去了，快开学了。啊。 安飞先生居然在念书吗？林小小忍不住尖叫了一声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！本来他都已经想好休学了，就是怕上学的时候发病，不能及时找到我。我苦笑一声，两手一摊，不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吧？我姑且还是念得起书的。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！林小小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反应被我误会了，连忙低头认错，我却毫不在意，大步流星的离开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、啊！新力数码商场一家电脑店内，林小小观察我并没有真的生气，便厚着脸皮跟了上来。因为和我走得很近，心生羞耻之感，身体竟隐隐有一丝舒服。我看着一面货架上摆着几十个崭新的显卡盒子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是 R T X 四零九零，我的眼睛里闪着光，仿佛在说真好啊，要是属于我就更好了。一旁的林小小疑惑的看着我，经过再三确认，林小小可以肯定我手中显卡只是一张普通的显卡，不。 限量也没绝版，但是我那热烈的眼神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看绝世大美女呢。男生都喜欢这个吗？林小小拿出手机在网络上搜索，结果差点惊掉他的下巴。送男友的话，从情侣关系升级到母子关系，立马多个好蛋儿。林小小仿,仿佛看到了我捧着四千零九十，单膝跪在他面前，然后大声求婚的场面。林小小的卡里没有多少零花钱，打开手机便给林一发零信息，那边没有回信，而是直接发来视频通话邀请。林一，林小小有些心虚的开口，小小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庄严的声音，不是舍不得给你钱，五十万也不多。 主要是怕你乱花钱，知道吧？我看上了一台电脑，电脑？什么电脑那么贵？要五十万？自己配的电脑，不是那的、个，不是买的整机，我就记住里面有一个显卡，两万一千块一套。总之，五十万也不会全用掉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良久才说：“好了，钱打过去了，记得早点回来，别在外面待太久时间。”居然同意了，知道了。 谢谢林姨。他很了解林姨，高中三年，大学一年，都是在林姨家借住。印象中林姨总是板着一张古井不波的脸，好像对谁都不在乎。像今天这样语气中带着惆怅和不安，还是他第一次见。难道林姨恋爱了？我看到林小小也有模有样的把玩显卡盒，你也要买显卡吗？林小小低头，我我平时就看视频什么的，只是看看视频的话，不需要太高的性能。我拿起一张 RTX 二零六零递给林小小，这个就够了。不要，我喜欢四零九零。 林小小攥着四千零九十，不愿松手。好吧，那就围绕他给你配一套。推着计算机机箱可没法继续陪我逛。于是林小小加购了外送服务，准备写下我家的住址。安飞同学，我想把它送你做礼物。不行不行，都说了只是扶了你一把，就算我没扶住你，最多也就是摔一跤磕碰一下而已，你千万别有心理负担。可是不送你点什么，我心里不好受。 那送我个机箱吧。思考过后，我给出了这个答案。所谓赌不如输，一味的拒绝只会让林小小一直纠结下去。接下来就是配我的机器了。我很细心，每个设备都要上下反复检查，价格货比三家，争取把每一分钱都花到了极致。一下午的时光就这么过去了。林小小等车来接，鼓起勇气，立刻拿出手机。我们算是朋友了吧？我一愣，想了想才说，算吧。这似乎是除了雪以外，自己添加的第一个异性朋友。我提着大包小包，正愁怎么开门，房门却从里面打开了。小飞回来了。嗯。 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雪姨穿着紫色连衣睡裙，光着脚丫，接过我手里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在夜市项目用得到的。我抹了把头上的汗。雪姨，我可能没法带你一起摆摊了。没关系，上了一天的班，姨也累了，失落肯定是有的，但不是因为劳什子的夜市。饿坏了吧？姨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。对了，雪姨，您的单反相机可以借我用几天吗？我咽下口中的饭菜问道。没问题，那台相机姨也用了很久了。 要不就送你吧，雪姨单手撑着脑袋看着我，不好吧？她没记错的话，雪姨的单反在一万九千块上下。要不是送你，还找不到换他理由呢。姨还得谢谢你呢。我其实也不太喜欢拍照，就用几天。雪姨要是有用，随时过来拿回去。雪姨点点头，她就知道我不会接受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不过嘛，只要她再买个新的，旧的永远不往回要，跟送给我也没啥区别了。谢谢雪姨，光嘴上谢。雪姨挑了挑眉，雪姨想要我怎么谢？雪姨看到角落里的按摩椅，灵光一闪，姨今天用了你的按摩椅。 按完反而更累了，不如你帮姨除夕按按吧。我没学过按摩，不能硬来，动作不专业，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不会的，你只要帮我揉捏、敲打一下酸痛的肌肉就行，又不用你正骨什么的。那好吧，小飞真乖。 雪姨的眼角弯弯，内心却生出一丝愧疚。仔细想想，也不算骗她，帮着做了这么久的家务，还做饭，累了点，怎么了？收拾好碗筷后，我仔仔细细的洗净双手，敲响了雪姨的房门。雪姨光着脚丫拉着我吧嗒吧嗒的跑到客厅，往沙发上一扑，两条雪白纤细的大腿向上弯曲，开口道：“来吧，你准备好哦。”我喉头发干，慢慢坐在雪姨身边。雪姨像猫一样向后挪动，忽然，雪姨小巧的鼻子皱了皱，随后狐疑的看向我，语气中竟带着一丝醋意：“小飞，你身上怎么有股香水味？” 我抓起衣领闻了闻，有吗？我身上都是您的香水味吧？才不是，虽然味道很淡，但绝对不是我的香水。 这香水不简单，似乎比自己的还要高端几分，可能是小小的吧。一个我今天新交的朋友，雪姨闻言坐直了身子，表情奇怪。新朋友，我便把今天的事都和她说了一遍。对于我说的创业部分，雪姨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的林小小，引起了她的好奇。这个名字很耳熟，一时又想不起来具体是谁。她长得漂亮吗？雪姨伸了个懒腰，似是随意的问。一滴冷汗从我额头划过，这可是个送命题，必须要谨慎回答。她她应该算是很可爱吧？小飞是如何看待她的？ 雪姨依旧趴着没有起身，喜欢吗？看法什么的说不上，毕竟只见过两次面。我无语道，喜欢就更不可能了。<laughs> 雪姨满意的哼了一声，像一条美女蛇一样向前蠕动着。怎么还没开始按？快点，就从脚开始，姨的脚都酸死了。我看着眼前的狱卒，根本无从下手。洗过了，不臭的。我当然知道不臭，试探着伸出右手食指触及皮肤，雪姨的脚丫明显颤了下，大概是被碰到后觉得不好意思了。原来雪姨嘴上说着是一家人，也会因为亲密一些的接触紧张。力度太大了吗？我紧张道。雪姨把头埋进臂弯，没。 没有，遇到刚刚好。 <laughs> 他感觉现在自己整个身体都是软的，使不上力气。明明是自己要安飞案的，结果连一个回合都撑不住。我自然不知道雪姨的真实想法，以为雪姨想快点结束，手上的动作一再加快，都快把皮肤搓红了。已经好了，雪姨，我有事就先回去了。也不等雪姨回答，我光速溜掉了。某别墅内，偌大的客厅只有林婉一一人，他呆坐在沙发里，漫无目的地盯着客厅里两个包裹，怔怔出神。自从按摩椅变回人后，林婉一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他居然获得了极强的柔韧性，高难度那啥的姿势全都手到擒来。咔啪，门开了。林一，我回来了。 来人正是刚和我装配完电脑的林小小。这就是那台五十万的电脑吗？林婉一随口问了一句，明显兴致不高。嗯。林小小有些不好意思，大概花了七万多，剩下的都在卡里。你也长大了，剩下的当做零花钱吧。林婉一打了个哈欠，起身准备离开。林有心什吗？难过的话可以跟我倾诉。林小小不忍心看着林婉一，暗自神伤。你个小丫头家家的，还关心起我来了。林婉一勉强提起一丝笑容。林一放心。 不管是大事小事，都可以大胆的告诉我。不管听到什么秘密和隐私，我都不会说出去的。什么隐私不隐私的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林婉依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。假如，我是说假如啊，如果有一段恋情因为欲望而起，它会不会特别脆弱，经不起考验？林小小眼前一亮，似笑非笑的看着林尼欲望毕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，没有人可以免俗的。 有句话不是说，所有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，其实没什么不好的。歪门邪说，照你这么说，人跟动物还有什么分别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啦。看他的反应，林小小立马懂了林婉一的意思。一见钟情后，又不是直接结婚过一辈子，就像一棵百年长成的大树，没人会在意他是为何种下的，不是吗？ 成才就是好手。是啊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不管自己是不是因为偏执并不得不接触安菲，自己的喜欢，自己的感情是真的，就足够了，不是吗？真是长大了呢，小小。林婉一轻昵的刮了下林小小的鼻子，没想到我们家小小还是个人生导师、哦。没有啊，林小小娇憨,憨的笑笑。那林姨您忙着，我去装下电脑，先走了，乖，快去吧。 林婉一坐直腰身，翘起小腿，解决心病的她立刻恢复了往日强势的风格。敢爱敢恨就是她的人生信条。上次告白出师不利，小看了安飞的能耐，吃了操之过急的亏。可能因为她有个邻居阿姨，所以对自己这个年龄段的女人有了一定的免疫力。之前就看到她想在夜市搞地摊，自己悄悄给了一些建议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。想要一步一步稳稳的吃掉她，不能急。林婉一摸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她无比熟悉的号码。